学校要开家长会，说让我去给他开家长会去。可是我这个川江，你说我一厨师长我要请假还真是一个事儿，还是您干脆就直接让我去不就得了吗？你答应了？哎，答应了。大人答应的事儿不能反悔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谢谢爸。啊，谢什么呀？别忘了啊。我是大人，跟你说，一会儿全外公来了，做菜可好吃了。然后一会儿等如果有机会，我可以带你吃饭，吃饭。好啊。哎，他怎么了？原来你小妈是江湖说菜，我是权威啊。我跟他的关系用不着妈这个字，好吗？谢谢。多多，为什么是你来？你全来外公没空，所以让我来了。从法律上来讲，我是你的监护人。就这样子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您是？主持人权威啊，我是，那个我也是杜杜的家长啊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来，请坐。权主持人，我也是学生的家长，我可是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啊，真没想到，您的孩子也这么大了。哦，他不是我的孩子，但是我是他的监护人。我就说呢，真没想到您真人比上镜漂亮多了。谢谢老师。全主持啊。冒昧啊，其实我们也是搞这个大众传播的，如果您要采访我可以给您独家。我明天这有我私人电话。老师啊，您刚才有什么没说完您接着说啊。这样，全班呢45个孩子，就他俩90分以下，你们看一下。嗨，88呀，也不少了。我以前要能拿个58，你就烧高香吧。别插嘴。还不少啊，啊，老师啊，您接着说。这个事情咱们先不谈，现在最关键的是，这两个孩子天天腻在一块儿，据同学反映还牵手了。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验，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很可能存在早恋问题。我说呢，我们家李义成最近怎么鬼鬼祟祟的，这零花钱也越要越多了，他从前可都是班上的前10名的。就是这个学期，这个杜杜来了以后啊，成绩就直线下滑，肯定是这个杜杜把我们家李义成给带坏了。不用担心，我妈的特点就是毒舌，你要是跟她闹，她就会用丰富的经验把你虐得体无完肤，然后一个脏字不带的就把你训得屁滚尿流。是亲生的。对，干嘛呢？我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？啊，电话。再装，他都看见你了。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你带我去吃冰淇淋啊？吃什么冰淇淋啊？燕窝冰淇淋啊，你答应我的。是，冰淇淋是一定要吃的，可是主厨在才能吃啊，他不在啊。那再见。是冰淇淋那么重要吗？今天有一个比这事儿更重要的，我为你开了个 party。为我啊？对啊，因为你，
我的宾馆升了五星级，因为你。恭喜你啊！黎城，杜杜，你想跟家长解释一下吧？事实都摆在这儿呢，还解释什么呀？黎城，你先说，是不是这个杜杜带你出去玩了？老师在问李一晨话，李妈妈，你替儿子把问题都回答了，干脆以后替他高考得了。一晨，阿姨问你，你妈妈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。李一晨，说实话，能不能让孩子自己说啊？我教育我们家孩子呢，您操什么心啊？啊，是这样，李妈妈，我也觉得就是教育孩子，我们要以引导为主，如果太过强硬的话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。没错，我们家就是这样教育孩子。杜杜，你说说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是谁呀？哎，皇上，又换女朋友了。我告诉你，别瞎说啊，都别瞎说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食神好朋友。食神泉水，我酒店啊评五星级全靠他了。这张嘴什么味道都能尝出来，嘴吧，这都说专业了，这可能，我不信。那我们打一个赌，好啊。如果我要是输了的话，你们说多少酒我都喝了；如果你们要输的话，我说多少酒你们都得喝了。你真喝假喝？当然是真喝了。我们真的就是好朋友，用他们老家话说，我们那叫铁瓷。那成绩不理想怎么解释？我刚回国根本跟不上课程，李一成就帮我复习，然后考试之前为了突击，我们就经常复习到凌晨两点钟。你们在哪儿复习到凌晨两点啊？你自己孩子半夜有没有出门你不知道吗？他们有手机啊，沟通起来很方便。对啊，我们都有微信聊天记录的。再说我就85分不低，这在法国都属于优秀水平。那你也不能拉我们家李一成的后腿啊。你话不能这么说。如果李一成是我的儿子，我会表扬他。人生的一次成长远远比成绩的浮动更重要，是不，老师？一成，我要替杜杜好好感谢你。你不仅学习优秀，而且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。这样，你喜欢吃什么，或者是喜欢去哪里玩，告诉我，我带你们去，好吗？李爸爸、李妈妈要不要一起啊？好啊，地方我定。去什么去？还是我带你们俩去吧。这杯也是加了盐，不过有一点点腥味儿，应该是海盐，但也不是那么重，应该是南海的盐。真厉害！我起哄啊，没事，说，输了我喝。这个就是普通的水啊，对吗？喝喝，喝酒，来来来，拿起来，来喝一点。哎，你这技能可就厉害了，应该受到国家保护。你平时出门不会后边都跟着特工吗？没有。姐，你有工作吗？我认识一酒店。你打住啊，这是我的御用，什么其他酒店？是我声真小，开玩笑呗。乔阿姨，今天真谢谢你。没什么，我也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。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说，今天你太厉害了，太帅了。没什么帅不帅的，这事儿啊，就是小菜一碟儿。我只是不愿意看见自家人受欺负。你今天回家住吗？我送你回家。